价格变便宜了。在去年，小龙虾一斤都有六七十块钱呢，但是在前段时间，十几块就能买一斤小龙虾。其实这种小龙虾繁殖的是非常快的，就是因为国内的吃货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不得不人工饲养。在国外的很多地区，小龙虾都是泛滥成灾的，就比如在德国的柏林，这里的公园水塘里面都有许多的小龙虾，全部都是野生的，因为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清理这些小龙虾。如果不清理这些小龙虾，那么他们就会把河道给堵塞。在这里的小龙虾应该是最便宜的，因为都没有人爱吃。说过了最便宜的龙虾，下面再介绍一只最昂贵的龙虾。有一个男子在海中捕捞到一只双色龙虾，根据专家的说法，这种龙虾5000万只当中才有这么一只。这只龙虾的模样非常奇怪，一边是正常黄色，而在另一边却是漆黑的一片。根据专家的解释，这是因为龙虾的基因引起的，通俗的来讲就是这只龙虾的基因突变了。你们觉得这只稀有的龙虾值多少钱？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